鸡仔呢，已经变大鸡了啊，现在呢，也开始下蛋啊。昨天捡的第一个出生蛋啊，今天看有没有其他的蛋呢？看一下，没有哎，那显然还没有正式开始下蛋啊。昨天下的蛋可能就是我们家的小黑，也就是自己孵育的。那这些鸡仔呢，可能还没有长大的感觉啊。这一次把这蛋鸡呢，可能比较不像蛋鸡的感觉。OK， 今年的八的呢，算是盛产，那现在就开始套袋蔬果啊。今天呢，开始套袋了。一天呢套袋个十个左右，因为不需要把自己弄得很劳累。那今年的蔬果呢，输得比较彻底一点。那有些枝干呢，像这种枝干我可能只留一颗，最多我只留两颗。最主要呢，因为芭乐的要大颗呢，你就要做一些强力的蔬果。然后输的多了，你收成就会变少。但那你如果要品质好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强制蔬果。OK， 这是我们家今年的芭乐开始套袋咯。这是我们家二嫂给我的洛梨啊，今天来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活啊。毕竟在山上呢，我不可能每天帮它浇水啊，所以说呢就看他自己是不是足够的强壮。今天来看呢，花姐他已经开始长出嫩叶来，所以理论上来讲这两颗洛梨呢应该是可以存活的感觉，加油咯。这是咱们家的天龙族啊，因为今年已经长了两个一流的母猪呢，已经让他茁壮的长起来，所以就把去年的呢，稍微开始修剪。我这已经跑到别人家去了，很不好意思。那原则上今年留的两株呢已经长了，那还有一个前年的去年的应该会留这个比较瘦小的这个。那比较大粗的呢，把它锯短以后呢，可能会再砍掉一株吧。因为这边你可以化解，今年长出来的笋呢，就变得非常的粗壮，所以还是要谨慎的保留。今天来看一下地底下有没有冒出新的笋，看起来好像没有，没有关系。今年已经吃到第一颗了，那再期待它第二颗长成吧，加油咯。所有的蔬果呢，都要做近距离的观察，才可以享受到它的漂亮。这边下面呢，你有看到第一个秋葵的花苞呢，已经开完，而且开始挂果了。那今年呢，看起来秋葵呢，也即将开始了。像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小秋葵已经长出来了。那是秋葵的花苞也开始了，所以今年的秋葵呢也正式要开始，也就是夏季的蔬菜已经将开始。那这边是我们家的豇豆，这长得还真的很快哇，这个已经不行了烂掉了没摘到，算了。就让它当种子吧。那这边可以化解呢真正漂亮的豇豆呢，在树丛中的上面呢已经开始绽放它的果实是不是很漂亮呢？ OK， 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咯。叶菜类真的很怕下雨，下了雨以后呢整个种在田里面的叶菜类呢几乎全部都阵亡，还好我现在用园艺疗法来种了，放在盆子里面一颗一颗种了，感觉生长的还算不错。那现在只能吃这种盆栽的
我们家的这个所谓包心莴苣了。OK，我们来去采摘我们的包心莴苣啊，准备来去做早餐了。OK，走喽。